这张面线有多霹雳，嚯嚯嚯，看老板忙到不可开交，民众甘愿排队也要吃上一碗，就感觉很吸引人呢。三位想吃吗？那近期在台南美食之都爆红的面线摊，听说老板不止用料不手软，而且价格亲民， CP 值超高的，菜单琳琅满目，听说还有浮夸吸隐藏版，包准让你们三位吓到吃手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你会以为来吃那个胡椒虾，不得了！你看这个就澎湃，看到觉得哇，喜欢吃虾的朋友看到会疯掉。这一碗这一盆呐、啊，这一盆应该可以用盆形容吧？对，这一盆应该有至少五种虾。看里面还真的有面线哦，哎，真的有哎，而且它里面给的面线其实分量也蛮多的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好味薄虾。接下来恐怖啦、啊。你知道吗？刚刚你的那个四的倍数，你失败了嘛？那我要怎么吃？只能用龙虾头。只能什么意思？用龙虾头当汤匙啊 ？OK， 好，那等一下你要吃面，先用龙虾，然后因为后面有刺哦。嗯。就这样划。对。看看。哦。嗯。很好吃哎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新鲜，你咬下去那海味道，而且它的肉的分量很多。蒸糕咬下去，除了本身虾子的那个甜味之外，那个面线你也那个柴鱼的香气，又更提升那个虾子的风味哦。哎，你看我自制的汤匙，哇，哒啦！哎，我觉得你这样吃更好哎，这样会有海味，对啊，更方便的，更抓出的感觉。哎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吃比较好吃，真的吗？有那个龙虾的香味，是因祸得福哎，因祸得福哎。哎，我觉得多了一个龙，因为它那个虾膏的那个汤汁，我觉得既然它都这么多虾了，就应该要新式吃法，就这样子，把面线拿上酱。哇哇哇！哎呦，这张虾子每一只都很肥耶，肥美。哦，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吃的。哎，你看这一只，哇，你看这个泰国虾。这碗面线简直是吓爆了嘛！里面不止泰国虾，还有牡丹虾、葡萄虾、草虾和白虾等等，都是看当季的啦。没事先预定可是会白跑一趟的哟。如果不想被说 low， 你不妨就来品尝一下这碗超浮夸龙虾组合面线才够夫了。而且除了这碗超虾面线之外，店内还有这碗满到快要溢出来的面线，看起来是超澎湃的。这个东西呢是干贝，鲍鱼，还有鲍鱼在这里。哇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哇，里面的料，里面还有哎，没有想到，跟我们的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大肠面线完全不一样。来，先来一口，哇，庆烟的感觉。来来来，自己来哈。我跟你讲，它完美抓的汤汁勾芡的不会太浓，而且还有浓浓那个柴鱼香。对了，加上这个海鲜熏鲜。够新鲜，够甜。哎，我们都挖干贝。哎，它那个干贝，它咬下去，我还可以吃得到淡淡散发出来那个海水里面的咸度。我讲，你能够想象吗？在蚵仔鱼爪里面竟然有这个东西。鲍鱼，干贝好好吃哦。哇，好可爱。一口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它的嚼劲，它的甜味。最主要是搭配那个面线的汤，那个柴鱼汤，整个搭配起来完全不会不搭，好不像蚵仔米线，对。没错，吃这碗干贝组合面线，感觉就像吃进了满满的海味。扁友们，如果吃累了一般的大肠面线，这里不怕你来吃，就怕你吃到痛风。